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等等，中断的通讯还没有修复，空中化人到底？方向是法医祭坛，这很危险，相信我吧，姐姐。好久不见。已经接近了，那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。那是广场深格网络，露娜究竟想做什么？通往未来的道路只有一条，而在这条道路的尽头，你与我期待的景象并不相同，所以我们只能留下一个。